2012年7月1日，在距离中国8000公里外的大洋洲，传出一个振奋世界中医界的消息：中医将被正式纳入澳大利亚医疗体系。从此，游离于澳洲正统医疗体系之外达数百年之久的中医，迎来了进一步发展的生机。澳大利亚也因此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以立法的方式承认中医合法地位的海外发达国家。而在推动中医药在澳洲快速得到认可和规范化的历程中，一个由中国远道而来的中医药品牌给当地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从2009年的中药红花为起，到之后成立澳大利亚中药行业联合会，它为澳洲中医药行业的规范化发展凝聚了力量。本期筑梦中国，欢迎继续收看北京同仁堂海外传奇，澳大利亚。澳大利亚是大洋洲经济最为发达的国家之一，也是一个奉行多元文化、多元发展的移民国家。数百年前，中医药跟随中国商人的远道而来，开始出现在这块广袤的土地上。中医药的出现是华人文化融入当地社会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在数百年间，澳洲富有包容性的多元文化特点，给中医药在澳洲与当地社会文化发展融入提供了机会。这里不但是首先将中医药列为辅助医学或补充医学的国家，也是第一个认可中医药存在价值的海外市场。这种超前的文化环境和社会思潮，因此让中医药在当地的发展具备了优越于所有海外国家的先天优势。300年北京同仁堂历史，5000年中医药文明，欢迎收看本期筑梦中国。澳大利亚是北京同仁堂海外发展历程当中留下传奇和回忆最多的国家之一。从2004年开始制定发展计划，到2015年收获不凡业绩。11年的时间里，北京同仁堂让中国的医药文明在这个大洋彼岸焕发出了蓬勃生机。同时呢，拼搏在当地的北京同仁堂团队也在这11年的时间里，用自身刻苦的钻研和努力，让中医药文明获得了从政府层面为之打开的绿色发展通道，让澳洲因此成为了中医药文明海外发展的典范，更是让中国医药品牌在澳洲的凝聚力得到了强力展现。马安阳，华人，北京同仁堂澳大利亚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澳洲中医药文化推广和发展的主要领导者。他的另一个职衔是澳大利亚中药行业联合会会长。现在人们提起中医药在澳洲的发展时，总不忘将北京同仁堂和他一起提及。马安阳给人们留下的最深印象是做事干练，有担当，对远在万里外的中国心怀思念。在马安阳心中，中医药是中华文明的瑰宝，而中医药品牌则是传播和发展这一文明的重要载体。因此，当2004年北京同仁堂品牌决定进驻澳洲之时，马安阳很快成为了这个市场的开拓者。澳大利亚呢，在全球定位里边，我觉得是一个桥头堡，中医药的一个桥头堡。为什么这样讲呢？它从法律的一个定位方面，它有它的一个先进性。另外呢，从这个澳大利亚的人口组成来说，它是一个多元化的一个社会，所以也便于容纳不同的一种文化。澳洲市场对于心怀世界、面向全球的北京同仁堂来说，关系着中医药在大洋洲市场的传播和发展。能不能做好澳洲市场，决定着这块中医药品牌是否有能力立足大洋洲，将中医药文明的真正内涵传播给当地百姓。而在2004年北京同仁堂进驻澳洲市场之时，
所面临的医药环境却并非十分理想。另外，如何快速融入当地社会也是一大挑战。2004年呢，同仁堂进入澳洲之前呢，澳洲的中医环境还是比较差的。其中第一个就是当时中医还没有注册，第二个就是有一批西医很反对中医，当时中医的中药店是非常少的，很多中医的诊所呢是开在杂货店里面，啊，还没有一个很像样的这个中医的正规的门诊，像同仁堂这么样，诊室这么正规，还有医生的水平这么高。但是同仁堂呢来了，这是彻底改变了这个西人对中医的一个看法。澳洲是高福利国家，以西医为主导的全民公费医疗全由政府买单，只有西医治不好的病才寻求补充医学，而且患者要自掏腰包，所以中医药如果没有疗效，极难立足当地。因此，当悉尼的第一家药铺开业之后，结合市场情况，马安阳通过与北京和香港的沟通，开始给北京同仁堂澳洲公司制定合适的发展规划。在发展上，本着疗效第一、文化先行的战略，一点点地向医药市场摸进，同时在店铺选择、中医派选、人才培养、岗位培训等方面采用高标准，尽量符合当地市场的需求。同仁堂是一个外来品牌，对澳大利亚来说它是一个外来品牌。我们来到澳大利亚作为一个本地，要开拓本地市场，当然第一个就是要融入，比如说本地的人对一个医师的看病他有不同的期望，和大陆不一样。比如说在大陆，我们看中医呢，由于这个人口的压力、病人的压力，我们医师呢通常没有那么多的时间给病人讲清楚，通常就是看病的时候大概一两分钟打脉以后开方走人，但是在澳洲是不可以的。所以呢，我们针对澳洲人的一种期望，就要给医师要做工作，给医师要培训，让医师了解本地人他们对一个看病是一个心里边是什么样的期望。哎，这是一个市场，这是一个需求，也是一个消费者的一个基本的一个要求吧。在大多数澳洲当地居民来看，北京同仁堂中医药品牌是一个亲切的名字，不仅品质良好，对客服务方面做得也很到位。因此从2005北京同仁堂店铺开业到2009，这4年多的时间里，这块中医药名牌成功地吸引了一批忠实的群众，人们对中医药的认识也在这几年的接触和了解中开始有了本质上的变化。在开始的时候，我们觉得市场认为同仁堂的产品就比较贵，但是他们是在明白我们的产品的质量和效果，他们都接受，而且来讲都是受到市场的欢迎，而且他们都知道一分钱一分货来讲，同仁堂的真的能够帮到他们的需要。所以目前我们经常都是供不应求，都是经常的缺货。同仁堂这个牌子就像咱们其他名牌一样哈，特别响，所以人们都会来这儿去买他的东西，有一种安全感啊。牌子嘛，是代表这个这个价值观的。对于北京同仁堂来说，能够成功并快速地融入澳洲当地医药氛围，是中医药品牌发展的关键。而这之中起着关键作用的，无疑是人员和药品的品质保障。人员方面，既要在服务上保持同仁堂品牌既有的优良作风，同时也需要根据澳洲当地的社会氛围去适应和改变员工语言及工作上的方式，切合社会的需求。在北京同仁堂融入澳洲市场的过程中，就曾因为医师团队的建设和中药材选用上发生过许多让人难忘的故事。其中最让澳洲同仁堂人难忘的，就是2009年发生的澳洲政府针对中药材
还有红花成分的中成药的一件事情，而这个事件曾经险些让中医药文明在澳洲的发展步入绝境。红花也叫草红花，也叫川红花，是中医药的里边的一个最主要常用药材，它有活血化瘀的效果。作为洋人来说，大概在2009年呢，这个他们经过学术研究，认为这味药呢，可能对这个怀孕的妇女或者胎儿呢，会造成这个畸形或者潜在的一种危险。他们通过研究以后呢，就认为这一味药呢可能不安全。那么作为中医药来说呢，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这味药呢，它是很好的药，但是也不能在有些情况下用，就是比方说怀孕的妇女肯定是不能用的。但是呢，西方不一定知道。那么一旦禁止的话，我们所有中成药都不能用了，所以这样来以后，对我们这个中医的疗效就很大的威胁。红花作为中医药适用最为广泛的一种药材，最大的效果在于其具有活血化疗的作用，是中医诊疗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一味药。一旦红花被拿下，就可能意味着其他与红花有着相同药效的中药，如桃仁、田七、当归等，都将面临下架的命运，对中医药的发展影响致命。在处理红花事件的过程中，马安阳通过与中国方面沟通之后，都认为北京同仁堂作为澳洲中医药行业的绝对代表，有责任维护中医药在澳洲当地的合法权益。因此2009年，马安阳在取得中国及澳洲当地中方相关机构的协助后，开始以北京同仁堂品牌为引领，联合澳洲中医药行业的主要企业，展开了一场红花保卫战。所以我们就发起了一个红花保卫战。那么经过了大概几个月的奋斗，这个科学的据理力争，那么这个澳大利亚的有关当局呢，终于这个撤回了他们原来的一种打算，成功的保住了这个产品，而且呢，对今后这个澳大利亚评估一些产品呢，就可以说树立一个好的典范。红花事件使得北京同仁堂澳洲公司收获了澳洲同行的尊重和认可，同时呢，原本一盘散沙的澳洲中药行业在这次事件当中意识到了团结的重要性。2009年，代表澳洲中医药行业集体意愿的澳大利亚中药行业联合会正式成立，并且由马安阳出任了第一任会长，而中医药行业在澳洲的发展也因此受到了从澳洲政府层面的关注和支持，一条中医药在澳洲发展的绿色通道从此得以打通。至此，北京同仁堂在澳洲的发展，通过对人员以及医药品质的有效维护和改革，实现了对市场的融入，完成了其在澳洲的初步梦想。红花事件的完美解决，以及澳大利亚中药行业联合会的成立，是北京同仁堂立足澳洲发展的一次胜利。之后，北京同仁堂在解决2012年澳洲政府提出的注册中医师、2013年的 TGA 要改变现行辅助药列册要求等相关问题上，北京同仁堂都扮演了重要角色。2012年7月1日，在北京同仁堂及澳洲中医药行业的共同努力下，澳洲政府通过了中医被正式纳入澳大利亚医疗体系的政策，北京同仁堂在澳洲的发展迎来了新的机遇。